大家晚上好。我好像一个主持人啊。小四有主持人的范儿。谢谢大家。上一季喜剧人呢是选手，也是参赛者，而这一季喜剧人呢，赛制有所变化，我们突然就变成助教了，我们当老师了，没有想到。而且这回我的搭档还特别的好，是我的师弟，欧弟。师哥啊，我不出去。你为什么不出来呀、啊？就人多。人不多，你给谁演呀、啊？出来呀、啊！不出去。为什么呀？我主要是要问啊，师傅他在不在？哦，师傅今天是不在的。哦，不在呀、啊哎。对 ，music， 要一起跳，替我回来去练。耶、yeah ！这怎么弄啊？你说说。后面的朋友你们好，欧弟耶。我回来了 ，Thank you， I love you， I love you， Thank you， Oh my God， 师傅来了。我就是一个德云社的小小的学生，我热爱学习，然后我特别喜欢相声。行了，不用在这装了。哦，人前一个样，人后一个样。师傅不在，你就这样。他在不在吗？到底今天不在，没看那都换人了吗？不在。对，你师傅明显坐那有点心虚。没有，我看着挺实的。所以说的好，什么呀？师傅不在。轻松愉快。好，说到对啊。哎，咱们先闲聊一下，让你放松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看你还有点紧张。就是说咱们前天有一场小考，考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我觉得相当的沮丧。为什么会沮丧呢？相声太难了。确实，我光是普通话都说不好了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你们太捧他了，真的。咱们这个传统的基本功，这些你跟师傅都学过吗？没有。你还真硬气是吧？那报菜名更别说，这都不会。当然不会啊。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。好，就这个都不会吗？我可以试试吗？你试试。自然一点，自然，不要紧张，自然一点，自然一点。那么凶狠。我来了啊！来啊！我请您吃，还吃啊？继续啊！我请您吃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儿。停，不对，蒸鹿眼儿，蒸鹿尾儿，眼儿。不是表情，是声音。眼儿，你说的对，咱不较劲了，好不好？你这说的太差了，各位是不是不达到标准？对不对？谢师哥夸奖，我多咋夸你了？我这个真应该勤学苦练，像什么小曲儿、小调这些也得练。我小曲儿啊，小曲儿我会北京小曲儿，先说随意吧。会哪段？就是那首最火的，最火的叫做《探淡水河》。我拿水管子滋你，你信不信？什么叫探淡水河？那叫探清水河。哦，哎，这行行，简单唱两句，我们大伙儿听一听。好嘞，展示展示。还有伴奏呢。桃叶尖上尖。哇。柳叶就遮满了天，在其位这个明阿公，细听我来言啊，此时处在了京西蓝靛厂，蓝靛厂伙计有一个宋老三啊。好，哎，可以啊，别说，是不是还行？是吧？有点那个流行歌曲的味儿，对不对？你这没有小曲儿小调的味儿啊！谢师哥夸奖，我怎么又夸你了？要唱你就好好唱，我已经好好唱了呀。不过现在发现了问题啊，我告诉你，通过这个节目，咱发现两点：第一，语言上不过关；第二，唱功你没有。那唱跟说都不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就来个说唱呗，说唱。对呀、啊，说唱你也行，要说唱要，对，就是这种范儿。好，那你就这样，你来一个说唱，我听一听。那说唱加 Billbox，
还有 B-box 一块儿来，加绕口令，还有绕口令。对，行，来，大伙儿鼓掌欢迎欢迎，好不好？来。标兵奔北坡，哇！标兵并排北边跑，啊！炮兵爸爸标兵碰，嗯！标兵怕不怕不怕？哇！他这挺好的，前面帮你把这正的铺了，你后边怎么使都对了。小微生意不容易，资金周转是难题。真诚推荐杜小满，快方便你放心。方便快捷你放心，哎哎，杜小满，行，可以了，杜小满，行，哎，行行，资金周转，停，杜小满是想说这个吗？赞助商冠名商，哎呀师弟啊，哎，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直入直的最自然的一个，知道吗？谢谢。我说怎么非得在这说唱呢？所以说哎哎兄弟，你想想这几个你都不占，你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呢？难道说就没有就不用说，然后可以展现我的肢体，然后呢又是相声呢？那曲艺里边只有一种形式，什么？这个形式叫双簧，大伙儿了解吗？哎，了解吧？双簧就是两个人表演，一个在后边，一个在前边。后边这个人说藏好了，头边这人听着声音给大伙儿表演。就是这个呀？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最适合我了。你别闹了，刚才那都不行，你这还行吗？行行行，真的行。确定你行？真的行，你试试我吗？现在后悔来得及。可以，可以，别犹豫啊！好，开始啊！预备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选手欧弟，下面我为大家才艺展示，模仿各色声音。预备，开始。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怜。邀酒催长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。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。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勾也难圆。这伙计他一看白眉徐凉，靠着椅子低着头睡着了，哈喇子也下来了，打呼噜声也出来了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，山林的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。养嘎羊最养，养嘎听讲，养嘎羊怎么养嘎讲？养嘎讲阿三养嘎羊，养嘎羊养嘎北养嘎羊，养嘎羊养嘎北养嘎讲。养嘎羊最养，四哥这状态绝对是真的。养嘎讲了，养嘎讲阿三养嘎羊，哈喇子也下来了。养嘎羊最养，养嘎听讲，养嘎羊怎么养嘎讲？养嘎讲阿三养嘎羊。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。养嘎羊最养，养嘎听讲，养嘎羊怎么养嘎讲？养嘎讲阿三养嘎羊，养嘎羊最养，养嘎听讲，养嘎羊怎么养嘎讲？养嘎讲阿三养嘎羊，养嘎最养。哎呀，好厉害啊！好厉害！太好了！哎，我算是知道了啊！你在玩我吗？我没有啊！我你还没有，你还吃瓜子呢！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你学了。别呀，演的挺好的。小石哥，我给你展示一个报菜名。不用。哇！我请您吃，你不是真羊羔，不是，哎，你别走，真熊掌，你别真鹿尾儿，眼儿，真鹿尾儿，眼儿，真鹿尾儿，眼儿。